港旅行疫情指挥中心近日公布，根据新增的对境外赛道来的抗议，在菲律宾是20.5%，其他经验措施对菲律宾入境的时间无尽头。在机场检疫人员安排采样过后，去集中检疫所检疫，证明在禁闭确诊，也在隔离当中，没冒出现相关尽头。美国部长陈时中近日针对台湾内容时，做了这道新冠肺炎疫苗，还讲年代会去填补菲律宾做出回应，表示讲疫苗接到市场无疑有把握，两百块钱没有可能会去填补费，不过也讲很提早的。立法院中游锡堃近日主持朝野大合达成共识，立法院前飞机位于18年关闭，建议为邀请行政总署陈冲提出运用包含来去六百万的美国总统。韩国运用进口的专案报告没外批准。新竹县观光景点浮桥路街路面规划某种物业沙中路，不过业务的有名下景改建，共两年才从本流通的摊内好点内，爱用送轮椅人同红艾茶为建筑都动困难。警方没遇到建筑片头，没提醒摊商唔好违法。世界卫生组织近日通报，全世界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再过创新高。二十点钟内新增加87,930例，一百确诊主要是对印度、美国同巴西来的。同时，亚三个国家，全世界疫情严重冲突前3名的国家。